原标题：外国古代皇帝有妃子吗？严格来说，没有。古代外国皇帝有情人，他没有妃子。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有没有名分和对应的权利。清宫剧看多了都知道，古代皇帝是可以公然娶多位妻子，甚至年年选秀，佳丽三千的。而且后宫从皇后到答应有明确的品级，品级也对应着女性们所持有的权利。但外国这一套搞不来，皇帝可以给情人财富，但情人想进入皇宫都难，主要是因为有宗教这么个根本问题存在。两个波林家的女孩，外国人的婚姻与宗教联系，结婚要向神起誓忠诚，能与皇帝分享权力的女性也只有皇后一人。参考拿破仑接受教皇加冕时也牵手约瑟芬上前接受加冕，尤其是在君主专制时代，皇帝如果离婚造成的影响是无比巨大的，会直接影响他的来自君权神授的权力地位，重婚更是不可能，要再娶只能先离婚。那塔利·波特曼和斯嘉丽·约翰逊主演的另一个波林家的女孩就讲述了英国都铎王朝的亨利八世因为婚外恋而离婚再婚，为了新王后与罗马教皇决裂，将英国国教改为新教而受到整个国家反对，最后导致英国四分五裂，在欧洲四面树敌的局面。与皇帝结婚要接受加冕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